啊呀，用墨多得很。这个有了三分心呐、还是继续要修行啊。在这个这佛教啊，这是历朝历代的善知识。这善知识就是为法忘取啊，不吃了饭。就是那个东林寺。你在那个山门往南看呐、那有一个山峰啊，很高。那个上边有一个寺庙，这古代那人住的很多啊。这人一多呀，没有相当的教诲呀，他就会乱了。这个方丈啊，很有道心，都是领导大家持戒修行。有一部分人呐、这个道心呐、那就差一些了。也就跟现在差不多呀，经常有些女居士啊到他那去，夜晚呢住下来不走，跟着庙里边这些出家人呢还说话，你说这个这女居士啊，到庙里边就是在课堂里啊，招待一下啊。其他的师傅啊，不要去说话了。你说什么话呀？这个方丈啊，他舍，他不行就舍，这不好。大家有些不听他的。不听他的，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就是他的意思，想跳山哎，吃了饭的，不行，我不会。大概就是吃了早饭呢，他准备走了。那个侍者呀，看他看和尚这个样啊，后边是不行，想怎么着？离他那一边有一个山崖，就从东林寺那往前面按那个最高的一个山。那有好多障啊。这和尚啊，他从那个高的地方就跳下去了，跳下去就有一个大手把他接住了。后来有一些师傅啊，就晓得和尚已经跳出去了，就在那其他的那个山峰那个边儿找个小路，他们就把方丈背回去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啊，庙里住的女的，其他的出家人跟着女的又来往，这个很不好。他说也不听，他就跟你吃了饭。就这样一弄啊，这庙里边呢，后来这些师傅啊都有惭愧心了，这之后走了。那么也不叫女的来了，这其他的时候也不要跟女的接近，
是经营道场吗？本来我们出家人是格外吃紧呐，格外吃紧。外妈就是妻子儿女啊，都离开了，怎么还是庙里面还要吵吵吵吵吵呢？这是不应该。万一这个样子嘛，一年来回的拜佛什么，那也是可他们照顾一下啊。别人嘛，你是修行人嘛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女的啊，能染，她能够染，哎。这社会上的许多的生死啊，这就是男女。这出家人发道心，要临时考试，你记住。这出家人啊，要远离名利财财，名利财财，他对于这个修行啊，他就放了。你看那些大乘经啊，不管是理上啊，质量的气场啊，远离名利财财，他是放道的。这一个出家的弟兄啊，要持戒，要坐禅，因为你也没有持戒，你也没有坐禅，你没这个力量啊。你身边这个名利财财现前，你就没有那个主宰啊，不能染，不染不行啊。这现在还有太别要想染啊。好多地方男男女女的在一起，男男女在一起就避免不了啊，一天到晚我们讲戒律讲修行才离不了嘛，何况能在一起说长说短呢？现在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了啊，是下苦功要坐禅啊，是这个曾经做不过去菩萨，这就是他下了苦功啊。成清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人，他是在成清嘛，他就叫这个雪峰，雪峰都是走道上，他在他那个边住，他就是打坐不是这一天两天呐，坐破七个菩坛，这七个菩坛都坐破了。你看他这不是一天两天，那也不是一年半载三年五载呀、啊、是长经作破去普坛。这是提倡古人呐、啊、都在苦中修道，这修行呢不是快快活活的很舒服了了生死了，那不是啊。为什么你要是想看看大鹏殿呐，这是高峰石观第五在曾经做过去不谈，我们不要说做过七个不谈来做一个都没做，可能也不想做，
你的疗程是到哪去疗啊？一年能做个多少七个佛坛？我们你看做了不想做，要不是厂子里有这个规矩啊，有这个制度啊，我还不想做的人还不少。怎么呢？在这个出世的般若大法，它没有成它的缘起。因为以前也有哈、啊，这禅堂里，跟我那时候高家和张相，这一句想想不做，告了相家。没做时候要是不准当，他好气。为那时候要是孙子们，他很喜欢。他想这一句想不要做。这为什么呢？一个是怪谁呀？这就是往昔呀，游园节以来，在这个出世法很少栽培。哎，成名之后能做过几个不难？你看，在我们这啊，爷爷师傅很好，很喜欢做。爷爷师傅不行啊，不想做。或者是你叫他做呀、啊，他有意见，其实对他好的嘛，你是出家了生死啊，哦，问题这个禅堂的这个常规制度啊，那就跟那个佛教里说啊，这禅宗惹人惊坐一息，生到七佛更不堪。这是气量啊，叫我们做呀。气都是很短的时间。那么在禅堂里打一坐啊，你看看那个古代的语录经上说，你就是说你往禅堂这个方向走七步，这很大的功德。静坐一时也不是我们这东乡人西乡人坐一会儿啊，那不行啊。你用这个七宝修这个宝塔，按说修宝塔的功德是大，虽然是大是大呀，它还属于有形有效。这个静坐一息，它是无相法呀，它是出世法。宝塔虽然是为好，修为多，它是有形有相啊，这打坐禅那是无相啊，是真正的出世法。那我们呢，就要在这个出世法要多然思想意见，在这里面要多多的啊，深入这个。要不了好久嘛，须臾之间呐，啊，都带很大的好处啊。我也是诵大乘经，念诸菩萨的圣号，这雷条雷的这组织尽量的提倡啊，叫我们都行大乘经，叫我们念诸菩萨的圣号。不想念，为什么不想念呢？思想自由惯于来，这就是我，就是我不想念。
你那个说禅呐、啊，禅他们咋说我也不想做，还能说的那个理由，不愿意做的理由啊。要实际来说啊，叫你做这个法的这个菩萨心呐、啊，你想拒绝的啊，这个怎么着也不能拒绝呀。这个要叫你来坐香，叫你念经上殿，你要感谢他。这就是先前善知识，你可能发不了这个心，你是无气的嘛，啊？你怎么能发了这个心，把它当成善知识呢？要发这个心啊，那要习惯，要习惯这个心。要称赞别人的功德啊，要学习别人这个为法心切，给从禅道友提拔。念佛什么不是禅师进入掏经论呐、啊？啊，虽然是这个是好啊。是荣家大师，我早年记学问，禅师方有掏经论，这叫如黑算沙，你叫学呀，啊，是如黑如黑，你在那海边上，你看那个沙，你说得了啊？就是说人家拉了一切啥叫说这多少说也难说，那就他说自从是在曹溪路聊的丧事不相干，行也参坐也参，一面东京皮安人愚风白人常谈谈，家有杜若杜若也谈谈，正实相无人法，他诺弥陀罗毕业。他说了，若将狂语哄众生，自造八世恒沙劫。这些都是这个提倡啊，保证啊，这都是真的呀，一点不假哎，才相信呢。就是我们的禅堂，你进入禅堂的行也禅，坐也禅呐，就是口香啊、坐香啊，都在功夫上啊，可以能是在曹溪路外。曹溪路就是路中大师。他指定的曹溪路，我们要明白这个曹溪路。那前面那不是有一个曹溪派吗？曹溪宗派，那就是曹溪庄。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曹溪庄。大家马上这天一天到一天一天的凉快了，赶快用光啊！是人命无常，不赶快用功一时的哈、啊，这个身体不存在的相用也难，要加强，要把这个生死当成是大事啊，就是有生死大事，一定是行也禅，坐也禅，就在外头出破吧，多事都在用功啊。拿一个时间，不是我们用功的时间，这不是处处都好用功吗？有个什么时间呢？因为大家要自我坐禅，我们这可不管这个，我们这没有哪个时间不是坐禅的时间。你
十二个命令潘培根一天外头做事都有啊，胆蛋子出头动态这一切的做事你死光啊都在功夫上啊，为什么趁他的坐想外料的想做，趁他的打击外料的击打，都在功夫上啊，对吧？我说没有知识不能坚定，不能禅定解脱，这不是正法呀。我们要是这样的认识，我们这就是正法。那你要是贪嗔痴啊，说这些违法乱纪，那你不是魔法吗？这魔法不是这个时代，就是这个人。你这个人要是魔法，你不就是魔法吗？这个那西罗汉说，这个不穿和尚衣服了，你们要结婚，那你要结婚，那这不是魔法呀？这不是魔法，这是什么？你戒定慧三路做修行，这不就是想法吗？你贪嗔痴啊，你就是做这个不合违反戒律这些事情啊，你现在是吃喝玩乐到外面乱搞，那个有些地方得有几个钱，他就觉得买准房子啊，老婆孩子在那住着，夜晚到那儿，白天到庙里想弄几个钱儿，那这不是魔法呀？到哪找魔法呀？月底还老行，还一天到晚在那里修行，你看，这不是正法？正法、魔法、相法。不是那个时间啊，就是个人所做的这个不符合佛的戒律，违反了戒律，不持戒，不做禅，你这不就是这自己就是魔法了？那一天到晚经营如目前那个修行啊，这不就是啊正法吗？正法魔法不是一个地方，也不是一个时间，就在个人。就是说修行人不是真知人从前认识性，无量劫来正是本自身当作本来人，你这自个心呐，这不就是魔法吗？闻到佛法不退，从生到老啊，敬而来习，都是修行。这个一时一开自己的啊，正法不就是现前的吗？到哪找正法？到哪里去学？到哪里去参学呀？你受了三藏八戒世界坐禅，一天到晚在那里修行，不然誓愿长久犯害，这不就是修行人吗？现在这个样子能这个样子了，就是啊，就是你不管他啊，你只管修行你的，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过了这么多年，说染说贪，你把这都要放下来，
放下来就是修行，就是找一个什么样子，这个修行是个什么样子。没有贪心，没有爱心，没有嗔心，这样子这样的处处不是修行吗？修行是自己，不去找那个地方。你说哪个地方不好修行？哪个时间不好修行？你自然能打妄想，就能修行。妄想是什么呀？就是你那个功夫变了，你很好的功夫怎么变成了妄想了？你说用功打妄想，从哪里来的？这都是自己吗？自己要打妄想，自己要用功，自己要修行啊，也不是别人给的，也不是别人送来的，都是自己的。修行是自己的，打妄想造罪也是自己的。那佛教叫心法，就是啊，现在各地方办学校，不像跟你古代的时候啊，这学校啊，那古代你看那个那些大善知识啊，你看他都没有人没做什么，他就一直拿一个还是高僧还是修士研究一下就行了。你像那个开这么多的佛学院，能不能出个把人呢？这不好弄。不然就是现在搞什么都是吃钱，要吃得好，哪个地方有钱，哪个地方随便，这样怎么能行呢？应该知道这吃的好，这玩的好啊，这不是修行。要是吃的好玩的好是修行，那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恨呢？这迦叶尊者七世荣华落在山林，这就是榜样啊。这修行人呐，都在山中啊。你那经书啊，那一路讲说，一个弟子在陈氏马道修行，主父看了就掉掉眼泪。看见这些弟子在陈下里边呢，就是那睡觉，父也欢喜，也放心了。所以现在时代不同了。原来是山里边的寺庙，现在转转都变得跟城市差不多了。那这个云山，这熟悉的都知道啊，在那高山顶上七十一路，在那建了道场。就是说现在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。那还是原来徐老汉给那打了个基础，这现在还不好弄嘞，就是简单的，他们社会上都要有进展的地方。没别的，就是有钱了，有钱了社会就要占了，没有钱你还不来了吗？他就是为了钱吗？他你没有东西没有钱，他来的都傻子，他就一天到晚搞这个人。我们不管他，不管他社会上怎么弄，我们只管弄我们啊。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好处，他现在制定有宗教政策，
你要用什么功啊，你就用吧。或者参禅，或是念佛，你把你自己的妄想、烦恼，叫什么？你继承它干什么呀？在社会上所染的这些脾气毛病，你自己好好去了啊，要不去了不好弄啊。说这个社会上所染的是自己染的嘛，又不是别人给的，自己染的自己要去了，要好好的还有这个光阴，还有这个时候，要赶快修行，快是念佛，快是看法头，或是念咒，或是念菩萨的圣号，都行啊。还给要行，还要持戒。不管用什么功，都要持戒。只要不持戒呀，用什么都不好弄。你们楞严经什么任你多智禅定显善，不持戒还是不行。现在这个事儿并不是不懂啊，哎，懂得很多，就是那徐老汉说的嘛，你要肚子里面装一肚子佛法，把肚子都装破了，就没用上。不管用什么功，要持戒，要持戒啊！不持戒都不行啊，一定要持戒。要再有主宰，那就是通天的吉祥，大丈夫嘛。自己用什么功，行走坐卧都在那用啊。这地方嘛，现在暂时也算清净。比其他地方稍微强一点，我们就不搞其他的。我们这也不团结，也不住法会，也不攀缘。要这样就是跟古代一样持戒坐禅，也不是没饭吃，也不是没衣穿，也有房子住，有衣穿，有饭吃，那就放下了嘛，一心一意要用功哎，常住心量的手把先靠，在外边做点事情。对身体也好，也动一动。这现在那个触发心多呀，那一天到晚光做你也做不来。就在外边做点事情啊，身体活不活不啊？自己把自己的功夫提起来，不要忘了，去做事不要忘了啊。你看古人说搬柴运水，宁静待客呀，这都是用功啊，哪里不好修行呢？要知道啊，把自己的习气、自己的毛病真正的消失，这里功夫一天到晚在这里搞，忘嘛忘了赶快提起来，别你念阿弥陀佛，我们说忘了赶快提起来，不要叫他丢了，这不就是修行吗？禅堂的修行，到外边也修行，去睡觉的时候也要修行啊，这才是修行啊，行走坐卧都是修行啊，你这是说的都什么呀啊？
哎，腿吧，他这个三项啊，你看着那文老师跟那个当初里，这就是挂二班，那三项啊不能跟这个挂二班靠在一起，靠一起不好，看他还可以机会的。前面跟前面不能碰，碰了与前堂不利，是这个样子。这前堂呢，说是没有事了，要弄起来这个事很多。好想没有上正规，外正规内正规啊，外边要是很好像很像正规，那里边这个话头要显起来，不是光跑啊，不是跑跑算了，那不是的呀。跑像就是为民用功，你不管是你是用什么功，你跑像的时候你所用那个功不要丢了，你不要光去跑了。其实跑像就是为了用功才跑像，这抛香它算是一支香哎，这一支香一支香都是用功的这个时间。那靠这个善香啊，这意思就是照顾话头，这禅堂是这个样高的。不管是佛教里边这些各种的啊，都有一个行动。要是最这个哈、啊，好的就是禅堂。你看他这抛香还要招呼一下啊，坐香怎么样坐啊？抛香怎么样抛？我们这里现在只算是抛香了啊，抛香的这个啊还没弄好，弄好你说弄不好是这个样啊，那怪谁也谁也不怪啊。多少年来也没有弄这个啊，你说是这个，不管是天有智慧天聪明，你到这个禅堂里边你都不知道，怎么你没看到过吗？在家你怎么能看到过呢？没有吗？他不知道，见都没见过吗？说也没听过说，是不知道，他跑也不会跑啊。这跑香就是为了用功才跑香，你跑香的时候你说的那个功夫在不在呀？就是为了用功才抛这个香。那就是这个禅堂里边怎么有微诺的很有本事啊，你抛香抛的不对了，微诺师傅知道啊。你抛香的时候没抛好，这个也可以说你内里边的话都是不是看好没看好。你外头抛香都是抛的没有次序嘛，可能你这个功夫也没有上正规。那你说这个样子都怪谁呀？谁也不怪。没弄过吗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吗？就是我们生存在社会上有了几十岁了啊，没有见过这个事儿，怎么能会做呢？那抛香要会抛啊，坐香要会坐，行坐行就是抛香，坐就是坐香。那是这些事了啊，他都要教一教。他不知道吗？他抛香都不会抛，不会抛一个自己啊功夫没有上正轨，再说你不会跑也打宣传，
大县长也不怪，也不怪大县长，因为他不知道吗？这就是啊，这个副教不知不说，人都不知道吗？那为了上学，那不得不说啊，得有说，得有学，那得接受这个。说用功还没有上正轨啊，那要学。是什么？这禅堂里边有半个师傅啊，有这个为难师傅，学规矩，学用功，这都是我们应该的事啊。学规矩应该学，在这个当知算了。这么现在说是啊，以前的有些地方是禅堂夜晚要吃饭，哎，这个事可多了。为了夜晚吃饭呐，有后果的事情，筷子怎么拿，怎么散，碗怎么拿，饭怎么添，怎么着接这个饭，吃了了怎么办啊？现在我们也不许修这个。这个禅堂，这个夜晚吃什么东西啊？佛教开始这个禅宗都不吃的，不管什么宗都不能吃。这是后来用到清朝初年的啊，这个雍正啊，因为不是这个谁呀，那个天会车主啊，这夜晚这个禅堂里边呢吃点把东西，就是从天中窜出来。那时候跟这儿不同啊，那时候早起吃一点稀饭，中午吃顿干饭，这叫一煮一饭。那现在后面就是有了啊，早起可以吃馒头，像这个人呢，要是吃一顿馒头吃饱，一天也不饿。早起吃馒头，中午还吃干饭吃馒头，就是我们是修行人啊，有了这个筛身啊，但是有道无道，吃穿重要，没有这个不行。古代与现在啊是有点不一样，我们用这个功夫古今是一样的。我们住这个房子，这个生活跟古代不一样，要比古代好一点。我师父自己应该的我们守这些制度这些规矩是我们应该遵守的，不是说一定要叫别人说，叫别人管，哎，这个管干啥？现在出入外环呢，这就是上殿过堂啊，就这个样子可以吗？你说有个什么管呢？那就你不要出了这个范围。你出了这个范围啊，后面你要是不管一下，就是大现场跑香，不能乱跑哎。坐香要端端正正的啊，才香做好。开始一坐香就把你手中的功夫提起来，这一支香不叫它断。他要断吗？他断你赶快提起来嘛！这开始用功就是这个样。要叫他转树成绳，
转想成树，转树成想。我们大王想功夫能大师，这就是用这个功夫啊，太想来能不能把它转树，树就是提起来不忘了啊，忘了赶快想起来啊，这开就这样想啊，想着他在，他忘了再赶快提起来，这开始用功就是这个样啊，这开始用功就是这个样啊，不是人家这个古代的人，他是过来的人啊，他这话都一提是一个礼拜啊，他不转。我们想想。